有人追车，你停一下吧。公司有规定的，中途不能停车的。对啊，师傅，你停一下吧。停一下，师傅，停一下吧。停一下吧，师傅，太危险了，师傅。对呀，帮帮忙，停一下。那好吧，我等一下靠边停车吧。 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人跟沈侯调换一下专业，可是不晓得怎么搞的，阴差阳错出了岔子，怎么就让严小晨调档了呢？更离谱的是，他的爸爸不依不饶，执意要找学校讨个说法。小小，爸爸一定让你读你喜欢的学校，做你喜欢做的事儿。 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顺变吧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这不是我爸。身份，你母亲已经确认过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是我爸，我爸没死。 姑娘，你要是想哭就哭出来吧，哭出来舒服一点，啊。我为什么要哭呀？我哭。 来，终点站到了啊！
下车吗？下车吧。下车吧。司机也需要换班休息。就算你这个样子，躲在车里不说话，他也不会形成一道屏障，帮你来抵御外面的世界。好，既然你不想下去，那我就去跟司机商量一下，看怎么样可以让你一直待在这儿。你还没吃饭，饿了吧？我带你去吃点东西。我给老李打个电话。我求你了，别管我了，你走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能开口说话，我就放心多了。刚好这附近也没什么人，你要有什么想说的、想骂的，发泄出来，别憋在心里。你既然已经全都知道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瞒着我？我只是觉得，有的时候就算你知道真相，但不一定换回来好的结果。我只想看到你开心，不想看到你难过。他为什么偏偏选中的是我？就是因为我们家穷，没钱没地位，所以好欺负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自私，我当年根本就不会掉到，我爸根本就不会出意外。是他间接杀害了我爸，他毁了我们一家，而我现在，我这个是我在一起，我跟他结婚了，多可笑。都过去了，这一切都过去了。而且当年做错事的人是侯月珍，也不是沈侯。你刚才也都听到了，沈侯他跟你一样，当年只是一个孩子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这件事情你最好不要告诉他，否则的话，他会跟现在的你一样，自责跟痛苦。我们一起想想办法。你要是不想坐我的车，那我继续陪你坐公交车。
去哪儿吗？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到底该去哪儿。如果你现在不想回家面对沈浩，你可以先去我那里。等你状态都调整好了，再回去。哎呦我去！还我！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打包这么多啊？你这典型薅公家羊毛，知道吗？占便宜没够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给了钱了。而且哥们儿今天啊，特意做了两道我新学的菜。哎呦，我呸！咱们员工价等于白菜价，你还好意思说自己给钱了，还自己做了两道菜？哪道菜是你买的？哪个菜是你到菜市场自己挑的？我跟你说，你这就是羡慕嫉妒恨。怎么着？来，我给你点温暖的拥抱。你别碰我啊！你走开，你别恶心。哎呀，等等等等！哎呀！我告诉你啊，面包会有的，爱情也会来的。你的爱情就在来的路上。我的爱情已经走远了。那你拿赛车追他呀？我车开得太猛，坏了我。你等我修好了，重振旗鼓，我就不信了。哎，拿下他！拿下他！我告诉你，咱俩现在已经不一样了。你已经结婚了，你是真正的大人，我们在不一样的世界了。那你也加把劲儿啊！加什么劲儿？赶紧走吧，别撇了一会儿菜凉了。我先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不接你电话了，不理你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他肯定是在忙。我不跟你说，我走了。你走吧。慢点骑啊，回吧。哎呀，这孩子终于长大了。小小，小小，
喂，沈恒，你回来吧，我跟你爸爸有话想对你说。我现在忙，没空。严小晨，他现在和你在一起吗？没有。